大家好，欢迎来到电影速递，我是你们的节目主持人高妹。咁我身边呢位咧就系著名嘅大导演吴俊升先生嘅，大家好。喺香港咧，近排网络上面就流传咗一张相喎，咁就啲网民咧就疯狂咁样去转载啦，而全世界嘅制片人咧都用呢一张相咧嚟做电影主题喎。咁大导话，咁你就识好多唔同各地嘅导演啦，咁你可唔可以透露一下佢哋拍咗啲乜嘢咧？未拍。傾過下偈喎，傾過下偈，知道佢哋大概想拍啲乜嘢啦。係咁，佢哋拍啲乜嘢咧？你想聽邊個先？聽咗日本先咯。但我想講荷里活先。哦，咁荷里活啦。荷里活，我識一個女導演咧，叫做詹士金麗迪。咁我睇咗張相之後咧，就好感動。咁啊，講咗句英文。係。叫做。Love will love love， 好有诗意。系啦，好有诗意。咁佢个中文译名就叫做 Love Love 皆生命，系啦，Love Love 皆生命。咁就一部叫做人兽嘅爱情电影嚟噶。系啦。咁，你头先讲日本，你想听日本啊？咁我讲日本。唔系，咁唔好讲日本住，讲下我哋强国啦。咁你应该都识唔少强国嘅导演。强国导演又有啲咩 idea 咧？本身我同佢倾嗰张相嘅时候咧，我就以为佢哋系会冷血嘅，真系冇乜感觉。咁但系佢俾到我反应咧，就系狗命我不哭，人命我不哭，可是这小男情，我真的哭了。啊，咁呢班粉肠都有得救喎，唔系咁冷血啫，你都。你听我讲埋，咁之后就话。杀得越多，人们哭得越多，票房也越来越多。咁佢哋所以决定同中央合资一部叫做《南瓊大屠殺》嘅。听个名应该系一个好荡气回肠嘅电影嚟噶。系咯。咁日本咧，我哋系咯讲下日本。日本就是那個咁嘅大導演阿博野武同埋嗰個名編劇家村上春樹就拍一套叫《再見小南瓊》啦，童話嚟嘅。阿宮崎駿有份做動畫監製。咁但係咧，就有呢個愛護動物嘅組織咧，就話班撲街咧就貓老鼠，因為咧日本人本身佢自己係食鯨魚，食唔曬咧就做罐頭，啲人食唔曬咧就俾只狗食，啊，咁啊所以就都非常麻煩。咁佢哋係咪真係咁樣做？我覺得就冇嘅嚇。咁因為咧，而家日本嘅教育啦，都開始教一啲小朋友就話啦，吃不到的鯨魚就是受輻射的。咁所以我相信佢而家日本水域內嘅海產，佢哋都甚少食嘅。啊，係咯，好幾好啦，為下一代著想。啊，咁而咧嗰個美國嘅個導演啊，咁啊拍開啲喪屍片，咁啊睇到佢哋恐懼嘅心理啊，恐懼個輻射嗰個心理。咁啊，拍咗一部叫做《喪屍鯨偷襲釣魚台》啊。咁非洲咧？非洲我比較識得少嗰啲導演朋友啦。咁我將張相俾咗一個族長睇啊。咁佢個名叫奧拉朱王。咁佢咧睇完之後咧，咁佢講咗三次一個非洲話，我之後問翻佢點解，佢話話啦之 B， 話啦之 B， 話啦之 B 咁樣。咁我話點解啊？話啦之 B 咁樣，佢就話原來話啦之 B 嘅意思就係話咧。養鯨魚是蝕本的，嚇、啊！咁佢決定就拍一套叫教育電視啊，嚟教育下一代，叫做養大象才不失霸氣。啊、北極嗰方面咧，我就識得唔係太多導演啦，因為北極嗰邊又冇電視台嘅。咁啊，但係有啲人又想拍一啲片俾北極人睇，咁就拍一啲叫做拍一套鬼片啊，叫做。北極紅與小南瓊之陰陽路窄。點解你一路講一路笑咧？唔係鬼片嚟嘅咩啊，導演？或者叫做北極紅小南瓊安心上路記。咁韓國嘅導演咧？韓國嘅導演。韓國導演佢哋話都唔拍電影啦，因為佢哋都係中意睇啲喊苦喊忽戲啊，即係佢哋或者而家啲僆仔嗰啲動物片佢哋都唔睇住。
咁但係就借一條橋嚟賣廣告啊。咁佢哋就話誒，咁、那個廣告就係咁講嘅。佢話一條海豚在中國境內整容，被指沒有了，連性命也沒有了啊！所以咧，整容還是本土最實際咁樣。咁佢就呢一個做咗一個廣告宣傳。O K 喎，依個可以振興佢國家經濟喎。可以可以。咁加拿大咧？加拿大就同荷蘭嗰邊合資拍一套叫《大馬旗》。咁最後到翻我哋香港啦，咁你香港識得最多導演啦，應該係好多。係啦，咁佢哋有冇話要諗過拍啲乜嘢？佢哋話唔使諗噶啦，香港人好快就乜都唔記得噶嘛，正所謂嚇。咁過目即忘。係過目即忘。咁佢覺得呢、這個誒、小藍鯨個劇種咧，佢哋係唔啱睇嘅香港人。咁但係佢哋亦都好誒。好主動去爭取一啲投資去拍一套一部戲啊！佢哋覺得係地賣錢嘅，就叫做33D 鯨吞油錢啦。